美国总统特朗普获提名角逐出年嘅诺贝尔和平奖。提名特朗普嘅挪威国会议员话：呢个美国总统上个月促成以色列同阿联酋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，又由伊拉克撤军，致力化解全球长久以嚟嘅冲突。特朗普喺社交网站发文致谢，又多度转载获提名嘅新闻。 同一挪威議員兩年前亦都曾經提名特朗普角逐和平獎。